快乐，祝姐姐生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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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姐姐七岁了，耶耶耶，亲亲，啊，对不起啊，亲亲姐姐，来。好，好，再来，你给阿弟亲一下会怎样啊？好，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姐姐在中间，哎，来，我们数一二三，来，不用许愿了，啊，再许愿，啊，许愿，先第一个愿望先不要讲出来，啊，两个愿望讲出来，来。嗯，真的，真的。为什么一个愿望先不要？这放在自己心里面没关系啊，这是你的心愿啦。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。嗯。第三个愿望，我希望弟弟和我的感冒快快。好，然后都以后都不要生病了。不要再生病了。嗯。阿凡弟弟。你也追求我啊？你说，可以希望我跟姐姐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长大、啊。我希望我可以跟姐姐平平安安跟长大，健健康康长大，都不需要再感冒了。对，不要再看医生了。我希望感冒快快好。嗯，对，然后都不要生病了，然后每天快快乐乐都可以出去玩。嗯。哦，然后就不要被骂了这样子。好，来，那我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姐姐生日快乐！不要烧呀！没有烧呀！好了，来切蛋糕。讨厌。好了啦，已经完了啦。你就想再吹蜡烛，再哭。不要再擦了啦！好，来。